首先，我係恭請我哋工作小組主席范錦平 BDS 太平紳士致歡迎詞，有請范主席。徐專員、譚國橋太平紳士、陳處長、各位主禮嘉賓、各位來賓、各位街坊，首先我們很感激各位光臨的歌聲和各位台前幕後工作的人員，以及保姆的，不過我特別是想多謝黃永偉先生，很多年呢我都為我們呢是做一個晚會的出色的司儀，他能歌善舞人之啦，得唔得啊？好啦，喺呢度咧，我再次感謝各位主禮嘅嘉賓出席主持呢一次嘅晚會，同時都多謝各政府嘅部門、各分區委員會、各位理事、各位委員撥款光臨。農曆新年就快到啦，我喺呢度趁呢個機會，再次代表深水埗文藝協會同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進步、萬事如意、身體健康、財源廣進。徐李俊賢、范校長、范主席，剛才你對小弟的讚美咧係勝過萬金，不過我都要用萬金油，因為差啲難。多謝我哋，即係俾掌聲，多謝范錦平主席。跟住嚟，我哋都請我哋徐日處理專員為我哋致辭，有請徐處理專員。范主席，台上面嘅各位嘉賓，台下面嘅各位深水埗嘅街坊，大家好！我今日咧就好高興咧能夠出席由深水埗文藝協會舉辦嘅文藝金曲情晚會啦。咁我諗唔使我多提咧，大家都會知道咧呢、這個晚會咧都係文藝協會一年一度嘅一個非常之重頭嘅節目嚟嘅。咁我哋不如喺度俾啲掌聲，多謝文藝協會上下同埋香港嘅各位深水埗嘅幫助嚟今晚晚會。分台啦，咁我喺呢度敬祝大家喺牛年裏面就牛咁健康同埋家庭幸福，多謝各位。好，多謝徐日處理專員。剛才范主席咧就好客氣，就一俾多謝曬委員會其他委員啦，就冇咗多謝自己。其實我哋每年都咁成功咧，當然最重要都係多謝各位街坊、各位朋友你哋支持。但係亦都有個相當重要、同樣重要嘅，就係、是、小組工作。是非常之到位，特別是我們小組主席范錦平 BBS 太平紳士勞苦功高，大會有紀念品是感謝他。我們現在恭請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譚國橋太平紳士 MH 致送給范主席。多謝范主席，繼續努力，我們歡迎了一次。多謝譚國橋區議會副主席，年年都咁成功，除了是台下面你們支持，台上面都是聲光熠熠。咁其實我都要講，年年都陣容鼎盛，都是選大家喜愛同埋落力演出的好朋友、歌星委員。呢、這個時候，我恭請陳明處長致送紀念品俾眾歌星委員，由展達發展有限公司代表接受。呢位就係方言獎啦，我哋嘅琴王謝永康先生 Lester， 好精彩嘅音樂家，多謝你謝先生。跟住落嚟呢位朋友唔使請嘅，因為佢會飛撲埋佢自己攞嘅，就係、是、小弟羅明偉 Michael。谢谢谢谢陈明署长，谢谢谢谢你，谢谢。跟着我们，我是请何永基经理致送，我们请深水埗儿童合唱团的代表接受。好可爱的小朋友，其他掌声啦嘛，好可爱小朋友。阵间俾心机唱啲靓歌啊！
多謝何永基經理。Thank you， 多謝。Thank you。跟住我哋請林洪川總督察致送俾林炳軒接受。陣間同大家唱靚歌啊！公開咗冠軍，你哋區內精英啊！俾多啲掌聲。亦都多謝林洪川總督察，多謝林 Sir。Thank you。跟住我哋更加隆重啦，因為我哋要致送紀念品，多謝一班主禮嘉賓百忙中抽空出席，令到我哋倍感榮幸。我哋而家請我哋副主席陳炎培先生致送。首先請徐日處理專員接受。跟住請區議會譚國賢副主席太平紳士 MH 接受。多謝譚 Sir。 跟住請中聯辦陳明處長接受。請陳明處長接受。謝謝您的光臨，謝謝您。跟住請康文署何永基經理接受。多謝你的光臨。跟住請深水埗警區林洪川總督察接受。多謝林 Sir， 深水埗區年年的警民關係都咁好，值得你掌聲。多謝林洪川總督察，亦都多謝陳炎培副主席。跟住我哋請鄭木林副主席致送，請我哋幾位聯誼會長接受。周超新先生。跟住請我哋傑出嘅傑足馮文傑先生，跟住請伍懷寬先生接受。伍懷寬先生個名好啊，睇到呢個節目，我哋大家都滿懷寬。跟住我哋請盧應銘先生接受。通常我 ladies first 嘅，不過今次咧男兒坐滿嘉賓席，正一位女士突出啲，所以就我哋做壓軸嘅接受嘅。馮妙雲女士接受。